你先跑哪里去？我还没找到你。我在你后面啊。到了，那就是不管怎样，就是用一般速度跑就好了。嗯，用他的速度跑会比较好。除非你知道敌人已经追得太近了，减速才有办法甩掉，不然两个一起减速，最后他还是在你后面，而且减速的时候机动性变差就很好打。知道，头晕啊。这完全不稳定。你可以在听到引擎声。对方引擎声明显的时候换行动的方向90度以内。就是只要你听到我的引擎声从你旁边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转你的方向，转90度之内，就会让人家找不到。不掉了。为什么你都打得这么准呢？李天明，我打得很不准，其实谢老板打得比较准。到啊！飞到我后面去了。
就是90度啊，然后再90度，再90度，那、啊、你讲左九十度是飞机左右转九十度。啊啊！那转一圈的话，后面不用跟着转，它可以趁机拉近距离，就会比较不利。那会怎么？只有一些动作的时候会特别转比较多。要猜得到敌机在哪里，不然很容易被拉紧。我需要一点经验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玩很多都开那个重通。对啊，那种就是分数，很好赚哎、欸。可是他们比较机车的是，轰一轰就跑啦、啊，有时候他们就跳机。我会把那个飞机打掉啊，打掉可是他们都票机了，还是有一点分，加减赚。哦哦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打不下来了。我认识。哦。是这样。可是他不用这么连续，要分一段时间再转。不然都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就没有差，只是不好瞄准而已。哇哦！再一次，那我看不到你了。这次我也看不到你啊。又找到了。哦，看到你。如果这时候往前走应该不行了。往前走？对啊，就是直直的飞吗？嗯，通常是会被看到啊，除非对方刚好运气好眼馋了。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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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来、啊真的不掉、啊，欸。如果是一开始的话，这很那个有点困难讲哎、欸，可以去看那个影片吧。就是两个人如果是面对面的话，有一个动作很好用，可以打败大部分的飞行人。在后面是不是放慢一点，会不会看比较清楚？不会，因为如果开的比较慢的时候，你会花时间比较长，转一圈的时间比较长，就会慢慢被甩开。可以在射击的时候减速，有些人会讲射击的时候减速增加命中率，可是我是怕被甩掉，所以我都。不会去用，我减速只会用来调整跟对方的圈圈、嗯、圈圈，有时候重叠的不好的时候打不到，可以用减速跟加速稍微调一点点就打得到了。
我快炸了。坠机了，因为是看后面啊。对啊，啊可是说你被人家发现了，人家在你后面打，要怎么？最好用的就是听到对方的引擎声的时候，就转一个方向。其实很难甩，被咬住就很难甩了。我现在转180度就被打中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要转180度要考虑清楚。真的很菜。我真正坐上飞机，可能没几个小时而已。有时候根本轮不到我，感觉你之后就会很可怕，像赛车一样。为什么缺电梯呢？那视野是放到最广？没有我用100。我觉得弄到最广，我就看不到地板了。嗯。跟丢了。
那你开枪是第一人称吗？还是第三人称？第三人称。啊。我很少用第一人称。跟丢了，哎，看到了，你看不到我啊，我看到你啦，我在你后面，真的假的？绕到后面的，他都没打中。哇，你刚刚继续向上，我不就被你甩掉了呢？向上，你自己开回来，就刚刚你在那边上下摇晃的时候，是啊，你自己开回我的视线范围内了。进步哦！哇，我跟你讲，